非要经常养，大小不缺氧。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肺老字号京东念慈庵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狒狒臧鸿飞。我们今天啊说的这个第一名啊，做第一名确实特别棒。我们音乐圈经常有这种争第一的事儿，就是说，比如一个晚会啊，或者一个就是演出音乐节，全是大腕，那怎么办呀？就有那种人，人家说，哎，怎么的？我要压轴，都想压轴怎么办？说那我那个我降5万块钱，我要在所有人后面，这真事儿啊，那就不能说是谁了，就是不合适啊，都是娱乐圈，反正是一位就爱穿特别紧的裤子的一个朋友啊。然后我一听就急了，说让5万块钱在最后，我说那行，我找主办方，我说那个主办，我要让10万，我要在最后谈。然后那个人主办说，那个飞飞老师说，那个您这次那个弹键盘一共就350。我说啊，那个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打扰了，打扰了啊。我在键盘手里不算那个就是最爱争第一的，我有一个哥们儿，他是那个汪峰老师乐队的键盘手。哎，就是汪峰老师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在工体，汪峰老师自己才带了5套衣服，他那个键盘刘牧，我一哥们儿带了8套，然后自己还带了一个造型师。你们看演唱会中间不会都会介绍乐手吗？介绍到他的时候，他想啊绕舞台，就是绕这个工人体育场跑一周，可是他一跑，汪峰老师也急了，说这我演唱会，你的演唱会，你干嘛呢？这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要不是皮裤太紧，我迈不开腿，我早追你去了，太不像话。其实争第一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也分事儿，就是这好胜心啊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使的是地儿。就比如说我们那个，你有些人啊，就爱在一些搞一些那种无用功瞎折腾。你说一个节目做完了，每个节目做完，大家不得大合影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就明明你有的人嘛，他不是什么咖，你非往中间挤。就比如就卡姆，是吧？卡姆。那会儿我们录那个奇葩说哈，你说人家蔡康永老师何炅，你站中间，你算哪一号啊？你这蔡康永，你何炅，你撑死就是一个顿号在中间。所以说卡姆，你说你被淘汰那么早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为什么啊？我记着了。那个吴昕老师今天也来了啊。吴昕老师是那个湖南卫视著名的那个哈，是吧？啊，这个组 CP 爱好者。吴昕老师啊，就是比较喜欢组 CP 嘛，在网上就是啊那种跟这前两天要跟潘玮柏组 CP 还上热搜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只要你想争第一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狒狒臧鸿飞。看一下，狒狒给对不对带来的101票。服老。